区块链概念爆发利好茅台，这并非调侃，而是真的。区块链概念利好茅台，这听上去像是一句讽刺的调侃，但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区块链的真谛，以及在各行业的巨大潜力后，便会明白为什么区块链会被提升到如此战略高度。区块链曾被誉为具有改变世界潜力的颠覆性新兴技术，区块链与生俱来不易篡改的特性完全基于去中心化理念所实现，成就了区块链的诚实与透明。而事实上，比特币也仅仅是区块链当中一个极小的应用范畴，它不能代表区块链的全部，也并非区块链的未来。此次区块链概念被彻底引爆，并不是要你去炒币，我也真心劝你千万别碰那些东西。尽管区块链概念引爆资本市场，当日比特币24小时涨幅超过36%，再次冲破10000美元大关，甚至迅雷公司涨幅更是高达107%。回望多年前互联网加概念，虽然如今已鲜有人提及，然而这些年基于互联网科技发展，尤其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，已然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造就了腾讯、阿里、百度这样的世界级互联网科技公司，让我们在部分领域也走在了世界前列。